第四季《中国梦想秀》播出三期，已经有28位追梦人成功的秀出梦想。截止到目前，中国好妈妈郑亚波、杨玉哥的贺东、徐颖妈妈丁家珍分别排名前三。上期节目中，来自深圳的柠檬树舞团用他们的淳朴和快乐打动梦想观察团，以270票暂居第五。而用金牌抵押救母亲的体育冠军邹庆东的故事已经播出，引起热烈反响。当晚节目热线就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其中某 IT 企业表示不需要金牌抵押，愿意出资为邹庆东解决燃眉之急。希望为圆梦付出更多的朋友可以助力梦想助力基金。今天梦想的舞台上继续上演追梦的故事，婚庆司仪杨军为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 MJ 舞蹈秀。我想为我的老婆举办一个10周年的 party，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邀请波波老师您去做我们婚礼10周年纪念日的见证人。我觉得好浪漫哎！我几月几号你们是？11月6号。好，11月6号，11月6号是我们浙江卫视的观众节，是我们集团最大的一个活动，它这个路漫就是向全国播出。我只要你们同意，我肯定会愿意做他10周年的见证人。宣布结果，恭喜能够为有简单梦想的人圆梦，是你们的快乐，同样也是我的快乐。我们人生有缘，期待再相见。在梦想大使的见证下，相信一定能迎来一个永生难忘的婚礼纪念日。用最真挚的情感诉说最真实的故事，今天的中国梦想秀，你准备好了吗？梦想秀，我是雅丽。首先，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现场300位梦想观察员，欢迎大家。今晚，请你们履行你们的职责。当然，我们也要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梦想大使周立波先生，欢迎您。好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追梦人，有请。中国梦想秀的舞台，时刻准备着见证梦想的力量。今晚的第一位追梦人就带着他的绝技，特地从宝岛台湾赶来。我叫张玉伟，在一次的偶然里面，我突然想起了我年少时的狂热，将我带入了寻找自我的道路上。整整11年，这个东西占据了我的生活。很多人讨厌它，甚至害怕它，而我却看到它的神秘和美丽。今天我要和他为大家带来一场奇幻的演出。你好，欢迎你。哇，这个打扮太特别了，竟然敢赤膊上阵啊，就这样就来了。赶紧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如此大胆的哥们儿，你来自哪里？大家好，我叫张玉伟，我来自中国台湾，对，大家都叫我活宝。是台湾的朋友，是张玉伟，但大家喜欢叫你活宝。为什么叫你活宝？ 是那个活泼的活吗？待会你看了就知道了。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期待你的表演，把舞台交给你。好。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节目，谢谢，非常震撼，谢谢，漂亮，但是你最后那个收视让我想起了痛苦的往事。怎么说？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不幸看到了一个这样类似这样的舞蹈，但是它不是像你这么美的，就两个火要喷火。后来我就问大哥哥说他这个火怎么喷出来的，他就让我喝那个高粱，就那个很我们的烈酒啊，火准备好打过了，他要高一点，要高一点，像这样子，要都高一点，观众，喷进去了。后来我这边气管出血。天哪，哇，周老师委屈你了，刚刚有让你很害怕吗？不，我觉得我命好苦啊。您是街头艺人吗？不是，我做火做了十一年的表演，做了十一年的表演，十一年。那火宝在做这个火之前，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做火之前，其实我是一般的上班族。对，那因为我从小就很爱玩火。为什么不会怕吗？一般小朋友都会看到火会畏惧。我爱死了！我从小我就在家里偷偷的玩火，然后呢，被家里发现的时候呢，我就被打。可是被打我一样照玩。为什么那么喜欢玩火？不知道，我就是爱。然后等到有一天玩火，就我们家失火了，火灾是你干的吗？那个晚上呢，我爷爷奶奶把我从黑烟里面抓出来，救出来，应该是救出来的，抓到外面，然后我就看着我们家充满了火舌，熊熊的火舌把我们家包围住，那个时候我觉得天哪，好美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啊？家都已经被火吞噬了。真的，我心里偷偷的想，真的好美。你没有喊出来吧？好美啊！没有喊出来，我一定死定了。所以这个你又让我想起了痛苦的往事。这么多痛苦往事。你是大哥，你是你爷爷把你拽出来。对。我是一个人，没有人拽我。我爸爸妈妈去上班，我把被子弄起了个帐篷，然后在里面点火。哎呦！烟出来就出来。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烟是棉花毯着了。整个房间全部是烟，我这里也和你一样很开心，还是把火烧得越旺越好，就是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你。这我们算是同病相怜哈，不，我们都有很有气的。你们是之一，我也看出来了。因为我从小真的很爱玩火，那真的我们家发生火灾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玩火了。你走火入魔了吗？没有，因为我被打得很惨，连续被打一个月。为什么这个火灾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啦，我真的被骂得很惨，然后从此之后我不能再玩火。就你也是一直被打。对，这个又让我想起痛苦的往事。啊，所有人只要我们结拜为兄弟，好不好？好的，我们先出。难兄难弟。一会儿等隔壁邻居走了以后，我们好好谈一谈。是，谢谢周老师。我就妈妈打我。真的？啊，这当然，而且她真的打。我妈妈上来手打，先是手擀面的，啪啪啪手，那打到两年级打不动了。为什么？我这个皮厚啊。啊！不要，然后后来开始用拖鞋打。哎。拖鞋一直啪啪啪啪打到三年级下半学期。打蟑螂？不是打蟑螂。啊，不是。一只拖鞋换成两只拖鞋。哎呀！为什么有经验了？那一只拖鞋打不到我。左闪右闪这样，左右手。都知道妈妈这个，我会顺着角度这样过来。哇！后来妈妈倒搞一次磨高一张，两只拖鞋，一只拖鞋负责做假动作，还有一种叫你在逃。哦，太厉害了！这根本就是功夫拖鞋嘛。所以就，同样是被打，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被打的那种技术含量蛮高的。张先生。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呢，在我来杭州的这几天，我去了一趟西湖，西湖好美。OK， 我突然想到，西湖它有一种古典的宁静美。如果我的火舞可以在这个西湖湖面上做一场大型的火舞音乐舞台剧，那这位是我的梦想。明白了，那火宝，请向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你很有艺术气质，很有艺术气质。跟大家解释刚才那个，刚才你那个火锤当中，然后你最后那个嘴里面你是碰的酒吧？是没有。对。其实各位不知道，其实所有的油里面煤油最安全。因为它燃点低，对吧？对对，它比较低挥发性。但是你有没有碰到我这种事情就进去？有吧？其实也有好几次，我要喷火的时候。一不小心想到我爷爷，我又把火收回去了。我没事。而且我是整个体内那个火啊，在体内烧啊，胃溃疡，融一下子啊。对，胃溃疡，然后十二指肠发炎，真的很严重。你里面已经格局已经不是，就是慢慢，它会越来越厚。就跟你一样，皮越来越厚。我的肠胃也是很厚的。你的梦想是能够在西子湖畔，让你的舞蹈让更多的人看到。是，靠谱。为什么靠谱？我们这边既有西湖印象啊，又有什么到年底的时候各种活动很多，然后在西湖水上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我会力荐，是，我会力荐你，给他一个机会吧，好。让他上去。为这位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张先生投出你们最真诚的一票，预备开始。今天在这个舞台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快乐和惊喜了，很美。如果有缘，你能够在西湖上表演，是，我可能会和你报幕。好，一定要。然后我会脱的跟你一样，我脱的跟你一样做你助演，你会发现我的胸肌一直放啊，长这么厉害。谢谢周老师，谢谢大家。别忘了梦想成真的时候邀请我，我也要见证。一定，再见。大家一起来。火宝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火的力与美，让我们共同期待他水火交融的震撼表演。香飘飘中国梦想秀，有请下一位追梦人。接下来的这位追梦人是一个俄罗斯美女，而且她可是一位哲学博士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梦想让这位美女博士登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呢？
妖娆，你知道吗？谢谢你。我突然觉得这个舞台上就是一个仙子在舞动。谢谢。刚刚我在看你跳舞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不是说在上海待过吗？难道是在中国是舞蹈学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是什么专业？哲学。哲学。对，就我已经是博士了。博士。对。我们常说女孩子读到博士就是东方不败了。这个来自俄罗斯的姑娘，而且这么的漂亮，竟然是一个美女博士，我会突然对你很崇拜，你知道吗？没有，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台上开表彰会的？好了，那今天来到了我们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我希望可以在中国做一个很高级的比赛，我希望波波老师可以支持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评委。那好，我们上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阿拉，因为在中国肚皮舞哦，蛮流行的。蛮流行的，但是适龄的。适龄的，只要他有肚皮，他都敢跳的。没有，我希望这个舞蹈会就是所有的人觉得啊很简单，就做了这个就可以了。我希望人们会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的舞蹈。那么你前面就说了一个叫高级，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高级的。高级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可以请很多国外的老师。啊，我明白了，你说的高级不是中国人那个叫高级。我想肚皮怎么？哎，你让我看看，哦，这个肚皮不够高级。这，你说的是最高规格的。对。对吧？对的。你的中文还没我好，就是。没有。好，阿拉需要把他搭这个肚皮舞能够在中国能够普及，然后呢，他需要有一个赛事。你们觉得想不想支持他的梦想？五、四、三、二、一，投票。宣布结果。好了，祝贺你，你已经过了，你成功，你得到了大部分的梦想观察团的支持。祝贺你，音乐送给阿拉。祝贺阿拉又离梦想近了一步，祝贺你，再见。奥拉充满异域风情的热辣舞蹈感染了每个人，希望这位热爱肚皮舞的哲学博士能早日举办梦想中的肚皮舞大赛。下面是中国梦想秀，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追梦人。我是王雨涵，今年25岁，来自重庆，现在是在重庆的一家医药企业从事副总裁秘书的工作。我的性格是活泼开朗，但是偶尔有点小纠结，和好朋友在一起我就会变得特别的话多。为了我的梦想，我一直苦练我的嘴皮子，今天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带着我的梦想来到这里，我想一鸣惊人，我相信自己今天一定能够成功。你好，欢迎您。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女孩王雨涵，今年25岁，现在呢是在重庆的一家医药制造企业从事秘书的工作。然后我的性格属于活泼开朗，我看出来了，特别的活泼开朗。但是偶尔和好的朋友在一起就有点犯二了。有吗？这是端庄的一面，我相信等会儿大家会看到我另外的一面。啊，今天来到我们梦想秀的舞台上了，对，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演送给大家吗？啊，我今天来到这儿呢，就是想挑战华少。挑战华少？对，挑战华少。哇，我也想试一下，就是那段广告词，我能说多少秒？准备好了吗？还有一个小小的准备可以吗？就是，这个高跟鞋让我很没有底气，可不可以脱掉？对，那咱就脱了吧。谢谢，我脱边上好吗？啊，就赤脚，这样赤脚。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你先运一下气儿吧。三、二、
一，开始做好凉茶，正宗好声音，欢迎收看由梁茶林的品牌加多宝为您冠名的加多宝凉茶，中国好声音，喝起力，添动力，哇起，提升保健品味，中国好声音加油！本届中国好声音所有学生苏老师最得意的门生教育机会，踏上哇起力音乐梦想之旅，分别先参与互动，立即获得苏宁哥的100元优惠券，感谢苏宁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好声音学员如果获得3五三五上岛上课，即可获得苏宁哥提供的10000元音乐梦想基金。感谢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为中国好声音导师提供的酒店赞助，关注加多宝凉茶，中国好声音台前幕后更多精彩内容，你可以@中国好声音新浪微博或者 Voice of America 的腾讯信，以及登录中国好声音百度贴吧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登录优酷搜狐视频、爱奇艺、土豆网看节目精彩花絮，登录网易娱乐了解更多节目信息，或登录官方数字音乐平台 Voice 的歌单的3天下载每期节目最精彩的歌曲彩铃。谢谢。哇，雨涵，我一直很认真在看着这个数字的变化。我大概用了多久啊？你知道华少是多少时间吗？我看过他的视频，说了大概45秒，45秒左右的样子。对。你太牛了，他应该是走进30秒，可以看一看，38秒59，谢谢，掌声是不是应该强烈一点？谢谢大家。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我相信另外一个版本，对，我觉得现目前来说可能只有王雨涵才会的一个版本，是吗？对，你的独家秘籍，对，重庆话版本的这段广告词。哦，对，我们的雨涵是重庆的辣妹子，对吗？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3、2、1，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欢迎收看由凉茶领导品牌加多宝为你冠名的加多宝凉茶，中国好声音，喝起力，添动力，哇起，提升保健品味，中国好声音加油！本届中国好声音所有学员都是最到是最得意的门生，将有机会踏上哇起力音乐梦想之旅。不能现场互动，你就获得苏宁哥的100块钱优惠券。感谢苏宁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老师如果获得3万或3万上到上课，结果获得苏宁哥提供的10000元音乐梦想基金。感谢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为中国好声音导师提供的9元赞助。关注加多宝凉茶，中国好声音台前幕后的精彩内容，你可以@中国好声音新浪微博或是Voice of的腾讯微信，以及登录中国好声音百度贴。八成节目互动，还可以登录优酷搜视频、爱奇艺、土豆网看节目精彩花絮，登录网易娱乐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或者登录官方数字音乐平台 Voice 的外挂，都在下载每期节目最精彩歌曲彩铃啊！后面还有一句话，哎，你娃娃唱的啷个好都不来参加，哎，有点可惜哟。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说我做的这么好，再不参加就真可惜哟，对吧？哎，我觉得为这句话，为这有底气的话，我们现场的朋友应该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雨涵，谢谢大家。你太棒了，雨涵，39秒72，哇！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重庆的方言的可爱之处，谢谢大家。在你身上，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我们重庆辣妹子的可爱，还有你们方言的可爱，谢谢，太欢乐了。那在这个舞台上，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我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主持人，最好能够和我们的华少大哥搭档。那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我们往前一步，梦想照进现实。你好，波波老师好，雨涵。你平时一定看的是很快乐。对，我很快乐，很开心。你有没有上过这个舞台过？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电视台。那么你们像公司办联欢什么，我估计你肯定会冲上去唱一曲歌什么，这个会有。你希望得到人家关注的，对吧？对，应该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喜欢表现自己。那你觉得表现自己为大家带来快乐，你会得到什么呢？我有满足感。从你的追求和你的整个状态来说，你这个梦想蛮像是你的梦想的。看看你的可爱是不是征服了。哦，对不起对不起，你能把鞋子穿起来吗？哦，因为如果你不穿鞋，那我也只有脱鞋了。没有，我马上穿上。因为我们要平等。对对对，我前面晚发现了。对，慢慢，不要紧。大声的再说一次你的梦想，然后由我们的梦想观察团为你投票。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主持人。各位梦想观察员，请投出你们最真实的一票。5、4、3、2、1，开始。谢谢，谢谢波波老师。你不要恨我就可以了。首先，我看到你非常非常激动的眼泪。这个眼泪是为你的梦想流的，因为梦想没有白辛苦，对吗？对。但是我想，辛苦是需要时间的。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华少的广告词说到这么溜，姑娘，
你是一个人才。谢谢波波老师。但是我作为梦想大使，我觉得我们应该帮助追梦人去寻找他最合适他的梦想。对，你是主持人这块料，你这个料蛮好，但是也有可能你不合适，可能太窄，也有可能做主持人你亏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给你的掌声是对你刚才这段东西的掌声和认可，还有你的整个综合的东西。我刚才在一上来我摁下这个键的时候，我想直接掌声给你，电视帮你播出，你的阶段性目标就实现了。然后我想我不会再让你回到这个舞台，就是我觉得这是对你以后的进步是有好处的。真是这样。来，我们先请主持人雅丽上场。雅丽，刚才你都听到了哦。对，雨涵，刚才你流眼泪的时候，说实话其实我也挺难过的，因为我们都曾为梦想坚持不懈的努力着。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做主持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就像你刚一上来就跟我说我穿这个高跟鞋不习惯，都有一点不接地气，说话都没有气息不够，对吗？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录节目可能经常要穿着这样十几公分的高跟鞋一站一天甚至更久，所以这一切你都做好准备了吗？你能适应吗？而我说的这个还只是简单的一点，可能还有很多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艰苦。我明白，就是主持人和波波老师的良苦用心了。对，而且说实话，今天雨涵在台上的表现真的是赢得我们每个人的称赞了，不是吗？你证明了自己，我们就值得为你鼓掌，为你呐喊。我想梦想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大家一起来为你梳理梦想。什么是梦想？梦想是和现实最佳距离，它是你的动力，它是你的目标。我觉得波波老师和主持人，我应该理解了你们对我的用心良苦。我觉得既然我今天来了嘛，然后有这个美好的回忆，然后也过了200票，我知道波波老师的意思了。人就是我觉得以后等我老了回忆起今天很精彩就 OK 了。maybe 啊，就是可能我会在其他地方大放我的异彩，为我送行吧。音乐，谢谢。希望我们在其他地方能见面，波波老师。我相信一定能够见面。好时的王雨涵的梦想虽然没有得到梦想大使的支持，但是我们相信他的开朗和自信会让他在将来绽放更多的精彩。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萝莉。大家好，我叫龚于聪，小名丫丫，今年8岁了，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有一个严肃的爸爸，爱唠叨的妈妈，还有一个捣蛋鬼弟弟。我有好多好多的梦想，有爸爸的、妈妈的、弟弟的，还有我自己的。今天我要给波波叔叔好好聊一聊我的梦想。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丫丫，今年8岁了。带着这么大一个吉他上来，怎么样？是想跟我们弹唱吗？对。好吧，那我赶紧把舞台交给你。
声音太好听了，姐姐刚才有点小看你。对不起，我错了。没关系。如果学琴的话，我就拜你为师，好不好？嗯，愿意收我这个徒弟吗？愿意。丫丫，你以后肯定经常会碰到这种场面。前面姐姐跟你说这句话，你不能这么回答。姐姐说：“哎呦，前面我把你小看了，啊，我错了。”你要说以后注意点。丫丫，我们再试一下啊。哎呀，刚才姐姐有点小看你了，对不起哦，我错了。以后注意点。哎呀妈呀，真的是很有范儿啊！今天来到了我们梦想秀的舞台上，你的梦想是什么呢？第一个梦想是想给妈妈要一辆汽车。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想给爸爸开个古董店。第三个是我想拍好多好多的电视剧。还有第四个，第四个我想有一个魔法棒，然后我把波波叔叔变成和我一样大。波波叔叔你还好吗？你怎么了？你看波波叔叔怎么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给弟弟有一个非洲手鼓。哦，还有弟弟呀？嗯，弟弟今天来了吗？来了。在哪儿呢？在下面了。我们还有一首我自己创作的原创歌曲要给大家表演。真的啊？嗯。那这样，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梦想，姐姐想让你跟波波叔叔交流一下，咱们往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哎呀，这个我再跟你说声对不起，前面姐姐错怪你了，对不起啊。嗯，以后注意点。那么跟妈妈，你怎么会想到跟妈妈买车呢？因为我妈妈带我去学才艺吧，就是有时候前面有个雨伞都让我站着，我妈妈都晒出了日光皮炎，然后我妈现在胳膊上还有那种疤呢，这边都一块一块小疙瘩。那么就是说妈妈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啊？电动车。你妈妈有驾照吗？买来以后再学。今天陪你来的是你爸爸还是妈妈？爸爸妈妈还有弟弟。我看看，先看看去。哎，兄弟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公子贺。他小名叫什么？蛋蛋。你这个蛋来到世界上多少年了？不知道。不知道你问妈妈。五岁了。哦，你年了。应该是已经变成恐龙蛋了，这个不知道。弟弟看得出平时应该是有点会欺负姐姐的，有吧？没有。哦，你好像有点暴力倾向。这个万一我把你弄上来，你万一殴打我怎么办？把弟弟带出来。好，你好，帅哥。你好。我现在问你，到底欺负过姐姐没有啊？没有，他就欺负过我。几次？两三次。你还了得你？你也就两三岁，你欺负姐姐两三岁，你准备一年欺负一次啊？我们来回到你的梦想，梦想只能有一个，不能说我要买车，我要买这个，我要买这个。你要有一个的话，啊，那我想实现一个魔法棒。你魔法棒，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我帮你去买。我也不知道。要是魔法棒没法实现的话，那就给我弟弟买个非洲手鼓吧。你你弟弟本身长就长得像非洲手鼓，我要不买个冰激凌给你们好吧？冰激凌这个梦想我们跑出去一两步马上实现，手鼓你还非洲托运，对吧？冰激凌太凉了。要不给你们一人一碗八宝饭？八宝饭不好吃。对。这样好吗？波波伯伯，怎么我叫波波伯伯？波波伯伯。OK， 好，你们两个人会唱歌的，就你会唱。我给你提过啦。哦，对，是和弟弟一块唱个什么歌？听妈妈叨叨，是我自己创作的。好，开始你们的演唱。你们有非洲水果还要问我呢？那个是导演家的。那么这哦，不能拿走的，这个导演很凶的。好，开始。
上的竹旁，这每次唠叨都是我成长的竹我相信你们的歌声肯定未来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喜欢的，然后我们问他们同意不同意，然后他们只要说同意，你就回去等着，有一天就会有一根魔法棒，像苍蝇拍子一样的飞到你旁边，你一看，哼，真是苍蝇拍子。要魔法棒还是要冰淇淋？魔法棒了。OK， 好，5 4 3 2 1，投票。没事啊，没事，你第四次了，你看啊，不疼。好，把这个，你有没有摔疼？摔疼你跟组织上讲啊。你看好，你的歌声大家都很喜欢，这歌是你自己编创的。曲子。嗯。歌词是谁写的？是我的音乐老师。哦，嗯，在这首歌当中，你主要功能是什么？打鼓。我就怕你打呼了啦。你的愿望是什么？说非这就非洲鼓啊！我的梦想是，我要一个非洲鼓，我还要这里装一个机器，我可以变成一个机器人。你这里装个机器？嗯。这脑子里面装个机器。我明白了，哦，这个好玩的。这里装个机器之后，那么你讲话会怎么讲呢？我叫龚子和。这个丫丫说她的梦想是为她的妈妈买一台车，是吧？我觉得这个梦想很好。你要等你长大，用你的本事去赚到钱给妈妈，对吗？就像妈妈养育你一样的，对吧？对。就是关于车的事情你自己负担了，好吧？好。魔法棒的事情我马上通知魔法棒，他来不来这个？那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自己问。他们是用 BB 机的，他们不用电话。人家还用电话，你人家很先进的。BB 机是什么东西啊 ？BB 机是一种你没有看到过，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现在很难弄到的。但是他为什么？你是机器人，不要想，你这样我就把你油门关掉了。就他和魔法棒是在一起的。你敢？小心我打110，110再不用打120。好，知道了吧？魔法棒，我现在开始来解决你的问题，好吧？你过来点，过来点，你，你喜欢我吧？喜欢。你站起来好吧？你这个不给我面子哎。不，我叫什么？不，好。不。OK， 我这个再搞下去，我给他们送到医院去。车的问题自己解决，魔法棒自己会来，向后转。这是你的了，这是刀，你的带走，快点。蛋蛋是不是就想要这个呀？音乐总监的。音乐总监的。这是我领导。拿去，你搬得动吗？你能搬起来，你能走多远你就走多远。走，往前走，往前走，小心。带走了，直接拿走了，蛋蛋。你这个属于卷土潜逃啊。OK。弟弟，来，音乐送你们。梦想永远是那么多姿多彩，希望他们可以在童话般的世界继续快乐成长。魔法宝宝，我太爱你了！香飘飘，中国梦想秀，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中国梦想秀不仅可以帮你实现梦想，更能帮你寻找幸福。那么，
接下来这位姑娘的幸福在哪儿呢？我是魏琪，我34岁，目前我还是单身。曾经呢有一段8年的恋爱，但在结束了2个月之后，我的前男友就跟一个比他小10岁的女孩结婚了，让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可值得相信的。但是现在我站起来了，妈，我一定会加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你好，欢迎您，我叫魏琪，来自宁夏石嘴山，我今年34岁，单身。哦，特意跟我们强调了单身，来到这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表演？我想唱首歌给你们听。好，把舞台交给你，谢谢。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足了我的心。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谢谢，唱得很深情很用心，但是我很奇怪，一个女生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她不爱我》？其实这首歌光听歌名都会觉得有点伤感。哎，这个跟我之前的经历和我的爱情路有很大的关系。有什么关系？我之前有一段8年的恋爱，结果我跟他分手2个月之后，他就和一位比他小10岁的女孩结婚了。曾经真是他挺爱我的，我也挺爱他的。然后2个月就可以跟别人闪婚。对，我觉得他也挺爱他的。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调整过来心态？现在那人总得站起来。然后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我来这儿就是对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试婚男子们说一声，我征婚的。原来你今天的梦想是来征婚的？至少一大半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你的勇气。那这样，先把我告诉我们你的征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吧。征婚的标准大家可得听仔细了啊。好，我喜欢有点肚子的。别笑别笑，真的他得牛高马大的。高大威猛的那种。对，就是我不用减肥，站在旁边也是小鸟依人的。这样啊。还有吗？还有一点小小的负赘。
我希望如果你们和电视机前的你们看着我合适，然后给我个机会看着你对眼儿，咱俩就回家拿户口本去闪婚登记，然后明年我就想咱们添个孩子，让我妈抱上孙子。这有点结婚狂的意思呀，也想闪婚了，没有报复前男友的意思吧？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就想着既然谁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这么好也有，对吗？没错，特别好，所以我们赶紧上前一步。谢谢。让梦想照进现实。周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一个快乐积极向上的女士。你叫我女孩行吗？我当然。您是来到这个舞台上来征婚的啊？因为我特别着急，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合适的男青年，看到这个合适的女青年，咱俩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再生个小青年啊。对。好，你前面的要求主要是配合你这个规模。对对对对对，以我的标准无限放大这种。明白了，应该比较高大威猛型的啊。对对对对，就是看着他觉得我要带他出去，人家看，哎，你看他们家吃的多好。问题是不是仅仅是家里面吃的好，还是你们还能够留下一串坚实的脚印？对，没错。从事什么工作？之前是夜场的驻唱，酒吧驻唱。酒吧驻唱。现在就没有工作，刚刚没有了9个月。今天是谁陪你来的？今天只有我妈妈。妈妈来了。对。妈妈退休了。妈妈退休了，但是又被返聘了。她是护师，从事医护工作，在医院。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一个是我妈这边啊，她63岁了，救了一辈子人。她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她救了一辈子人，没有救活她的儿子。我有一个比我大5岁的哥哥，从小我是哥哥养大的。因为父亲跟母亲的工作很忙，是哥哥把我养大。然后他很不幸的，今年1月27号，大年初五，那就因为心梗离开了我，而且还是在我父亲离开了我们一家人才3个月，我的哥哥就也走了。本来有个很快乐的四口之家，那么现在走了一半的人，其实我们家里人一直都，我自认为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确实要这样，所以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有多可怜，我只是想告诉别人，我之前工作了那15、16年，我都在外面唱歌，可是因为家里有爸爸有哥哥，他们从小疼着我哄着我，他们是我的天，我从来不用担心家里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轮到我来操心。但是等他们都走了，我才觉得天塌了。可是再塌，我得让我妈和我还能够幸福坚强地活下去。所以我回来，我辞掉所有的工作，回到家里，回到我妈的身边陪她。然后我来这里是要找到我人生的另外一半，我希望他在我的路上支持我，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活再有再多的困难没什么，你还得往前走，你还得快乐，这样在天上的他们才会更快乐。那个，你把一个蛮悲惨的一个故事，还是讲得比较平淡，我们听得非常清晰。3个月前的事，我父亲是10月2号，我哥哥是1月27号，只差了3个半月。你很坚强。看看你妈妈好吗？好的，妈。好。妈。
妈妈。哎，周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阿姨啊。哎，这个女儿很坚强。嗯。和遗产有关。嗯，对。妈妈也很坚强。嗯，还可以吧。女儿说你每天做这么多床的那个，你做护士对吧？对。做干了一辈子了。干了43年。你每天这样，会看到生命的离去，亦或是生命的降临。您对生命是怎么看的？有时候啊，我都觉着，该拉住的人怎么他都拉不住。甭管是我，倒不是指单纯是我的儿子啊，所有的人也都是。我在手术台上看到了好多人，从心里想应该把他使劲拽回来，但是他就是拽不回来。大家看看这位阿姨慈祥的脸庞，这个平凡的阿姨每天几乎应该是每天可以看到生命的离去，但是她还是那么的平淡，甚至于说起她自己亲生儿子的时候，大姐到底是泪哭干了还是已经想开了？不想哭了，有时候也想哭，但是没人的时候我会哭的，我会哭。我不能把这种悲痛让每个人都要看到，这不是。所以我现在我就让我怎么说，我都不会说该是怎么去表达。我就说向您致敬，阿姨。哎，谢谢谢谢。好，我现在再回过来照顾你女儿的梦想好吗？好好好，谢谢谢谢周老师。我们这样，你的梦想就很具体到私人，但是由于你在台上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坚强，又由于你妈妈在大屏幕背后给我们看到了一种母爱的光芒和一个天使的伟大，所以我要让梦想观察团为你的未来投票，好吗？谢谢。5 4 3 2 1，开始。我真的会发现我们好多追梦人他并不一定对什么礼物什么得到感兴趣，有时候他需要的是一种认可。美妙的音乐为快乐的小胖送行，谢谢。祝福快乐的魏琪，祝福美梦成真，谢谢你，再见。亲人的离去，生活的变故，并没有把这对母女打倒，反而更坚定了他们幸福生活下去的勇气。让我们共同祝福这对坚强的母女平安快乐。南北漂中国梦想秀，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追梦人。接下来这位追梦人是一个侗寨寨主。我叫吴金敏，广西侗族101代的世袭传人。15年前，他为自己的初恋女友写了一首歌，并拍成了 MTV 放到网上。屋楼旁妹妹送我一首，为了我埋藏在心里面40年的愿望，我又一次来到了杭州。今天他登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来追寻这段难以忘怀的情感。究竟这首歌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吴大哥你好。你好周先生。你好。我有点紧张。你是债主？对。你这有80多个债，你是名义上的债主还是真正意义上你是债主？现在可以这么说，名义上的债主，已经没有实在的行政权利。你唱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你那个
那个初恋情人？想起了，因为我就是歌就给他写的嘛。那么您现在应该是有家庭了？我有家庭。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太太在旁边听，她介意吧？因为她开始有点介意，因为我太太就是我的初恋的妹妹。杯装奶茶领导者香飘飘让梦飞起来，这里是由香飘飘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想秀现场。清洁用品专家世家邀请您参与中国梦想秀互动，发送短信或发表微博世家清洁用品专家中国梦想秀，支持您所喜爱的追梦人，就有机会获得世家千元大礼包。勇敢男人成就梦想，感谢布森男装对梦想助力基金的大力支持。网友互动请关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优酷视频、爱奇艺。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太太在旁边听，她介意吧？因为她开始有点介意，因为我太太就是我的初恋的妹妹。她们是亲姐妹吧？亲姐妹。你好厉害。那么你为什么会离开你的家乡八年呢？离开八年呢，是我读初二的时候，当时她在学校读书，我就给她作业本上写了几个字，我说我走了。我想不到他第二天晚上他跑到我们家去，拉着我到木楼边，就把一个手镯送给我，就是今天你们看到这个手镯。哇，我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这手镯他说你带走吧，我说我为什么带走你手镯？他说你带走吧，我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钱，这是妈妈给我的手镯，你带走，路上没钱花了，你把手镯当掉卖掉，然后我就走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家等你，我说你别等我，我是不准回来的。这样我就带着手镯，我没有想到这手镯就带着一份爱，我以为他是给我当路费用的啊，但是我也舍不得当，因为这个手镯是真银手镯，我也没有最困难的，我也没有想办法其他办法，也没有。八年以后又回来了，觉得回来了。我八年以后回到家乡，我以为大家都很高兴欢迎我呢，谁知道我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的母亲下楼来，她不是拥抱我，她打我，啪啪打我。我当时我，对，你八年你回到自己的家乡，母亲看到你是打你，打我，我母亲哭，她说你这没良心的，人家在家等你八年，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她就是成为你们家庭的一员。对，我离开的家乡的时候，他有个妹妹，我都不知道。后来他带个妹妹来，是因为我们家族和他家两个家族闹不和了。人家说啊，你看我们等你八年，你不回来。哦，姓啊，我们出嫁了啊，你又回来了。你是看不起我们，嫌我们老了，那么心里面老是不平衡，就两个家族有点矛盾。明白。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想，最好把他妹妹嫁给我，那么事情就解决了。那就像西西公主一样。对，那就这样，后来她妹妹就嫁给了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让我的梦想就是有个大乐队，交响乐队，在我的木楼边演奏，让我唱这首歌给我的初恋听。请向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你前面的梦想，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是你是想有一个交响乐团在你的吊脚楼，然后唱给你的初恋情人。他有先生了吧？他有了，但是他现在不在了。是家没有了还是人没有了？人没有，家也没有。是什么原因呢？是在1997年7月17号凌晨2点，我们珠江流域百年遇见洪灾，在那天晚上，他们家被洪水冲走了。他们一对夫妻有多少孩子啊？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四个都没有了，整个家都没有。那你这个遗憾是今生无法弥补的。对，你会带着他的妹妹，你的太太一起唱给他听吗？是，因为
这个姑娘走得很平凡，她不像我们所想写的一种英雄一样，她太善良，要我用这种心情来表达。一个交响乐团能告诉我震撼的山山水水，我要唱给她听。啊，我觉得构思可以的。那么请允许我现在为你的梦想来投票表决，好吗？五、四、三、二、一，投票。投票结束。吴大哥，那个声情并茂的那首歌，你左手的银手镯，和你现在看似坦然的微笑，我希望在天堂的姐姐能够看到，从青梅竹马到两鬓飞白，从流落街头到现在知足的现状，我希望她都能够看到。我觉得正如你妈妈所言，我想妈妈92岁高龄，应该是因为善良让她非常健康地留在这个世界。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两个字感动了所有人，感恩。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宣布结果。飞轩奶茶领导者香飘飘，让我们飞起来。这里是由香飘飘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想秀现场。不做干女人活泉水慕斯，本栏目由矿泉护肤领导品牌活泉特约播出。追梦人可以获得由活泉提供的圆梦大礼盒一套，成功进入到圆梦环节者可以参加放飞梦想活泉圆梦香港精品游。勇敢男人成就梦想，布森男装助力中国梦想秀。本栏目服装由布森男装独家赞助。让梦想多一点光芒，曼卡龙珠宝助力中国梦想秀，每期获最多支持的追梦人将获得曼卡龙珠宝梦想之翼。网友互动请关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优酷视频、爱奇艺。宣布结果。谢谢谢谢，我能握手吗？当然。我谢谢你的支持，我也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有空去走走。OK， 一定有机会，好吧？谢谢。希望他为初恋情人唱的歌，能在家乡吊脚楼旁的舞台上完美演绎。老婆，我很爱很爱你，但是我也要说声对不起，我这次来没有很好的和你沟通，我回去好好补偿的。感谢蓝天下官网、新浪网、新浪微博、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搜狐、网易、百度、搜狗、乐视、迅雷、看看 PPTV、三季门户、酷我音乐、天涯社区、猫扑社区、人人网、五六网、十九楼、Viva 对梦想的支持。